诸位同学，请看《四圣谛品》第二段“临次十界”，北方苦灭道圣谛第四句看起，或名安稳趣。这个道地的名称，并不难懂，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啊，感触很深啊。为什么呢？今天的社会，整个地球啊，极不安稳，从这一个世纪以来，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冷战、热战，整个社会动乱不安的，所以在现前社会里，无论是什么人，我们要是跟他交谈，问问他对于现代社会有什么需求，几乎异口同音的，都是希求啊安定和平。啊，那么由此可知，在今天呢，安定和平是一切众生的希求。啊，可是这个希求往往落空啊，这个社会上也有不少善行人士啊，在很努力的在做啊，在做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可是做了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看到实质的效果。啊，所以说到这桩事情呢，难免令人沮丧。啊，又看到社会上流行许许多多的言论，在说世界末日，在说核子灾难，啊，也有不少人已经在准备如何躲避这个灾难，
我们学佛多年啊，对于因果报应的事情啊，认识了，肯定了。谚语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到哪里去躲啊？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事实真相，换一句话说，要了解因果真相啊，这个诸位更容易明白了。果上不能解决，要从因上解决。啊，因上不能解决，从缘上解决。啊，怎么从因上解决呢？不造恶业。这是从因上解决，但是这个恶业已经造了，这怎么办呢？啊，已经到造了之后啊，那就从缘上解决。啊，你有这个业因，把这个恶缘断掉。啊，那个果报啊。就不会现前了啊，所以事出世间那些大圣大贤教我们断恶修善，教我们忏悔，教我们悔改，教我们要懂得积功累德啊，这些教诲里面有两重意思啊。第一重呢，过去造的有恶因，现在不造了，不造的恶缘没有了，可以把这个不善的果报化解，可以把不善的果报推迟，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我从此以后不再造恶了，对于往后来讲呢，因没有了，决定没有不善的因，来生后世啊，自然就不会有恶的果报啊，这样你才真正得到安稳呐！啊，所以圣贤的教诲。就叫做安稳曲啊！你的前途吉祥平安这是一句祝福的话，能不能兑现呢？那完全看你能不能相信，能不能理解，能不能依教奉行。
一定要改毛病啊，要改习气。这是一桩难事情。真正下定决心改过自新，说实在的，那就不是凡人了，不是普通人了。普通人非常不容易啊！中国古人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个本性是讲的习性，不是真正的本性。真正本性纯净纯善，这是习性，习惯成自然，不容易改。所以要有真正的觉悟，极大的决心，不再作恶了，从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改过，一定要依靠圣贤的教诲。圣教是善恶的标准如果没有标准，我们总是自以为是，不知道自己有过失，不知道自己把事情做错了所以这是绝对不是有意的，是他没有智慧，没有认识，错认了许许多多宗教里面都讲为善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行的是为善呢？为善是假的善的，不是真的他自己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所以《了凡四训》是一部好书印光大师当年在世极力提倡印诵超过百万册在那个时代如此大量的流通让我们都感到惊讶祖师的悲心知道现在社会状况用这个方法来挽救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要能够发心接着去干极力的来弘扬来推广要多做这一方面宣传工作所以过去马来西亚曾经做了两片光碟好
现在人不能耐烦啊，不能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学习啊，现在人求快啊，啊，两片两个小时啊，这个对地球是快速啊，两个小时能把《了凡四训》学完，一天学一遍。如果能够学上一年，学300遍啊，那个人就不一样。天天有2小时的熏习，连续不断一年，他对于因果的道理、因果的事实真相，就有一定深刻的认知。这个认知会帮助他回头是难，会帮助他消业障、增福慧呀。啊，应当尽心尽力的来推广。这是安稳区啊，啊，了凡先生的功夫是一功过格，功过格就是一太上感应篇啊，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之文啊，这两样东西都是道教的，他讲的浅显啊，真正做到了简要下面，文字不多，音质文只有700多个字，感应篇1000多个字啊，那是什么呢？善恶的标准。你看看印祖不用戒律，不用佛经啊，用这两篇东西，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我们的学院教学啊，特别请杨老师跟大家在一起学习德育课本啊，德育课本的内容就是八德了，形式全是历史故事，很能感动人的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就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德目啊。啊，看看中国历代古人。如何
将这些德目落实在自己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学着会做人呐。人格圆满，提升就升天了。不提升，来生不舍人生。的人生呢，一定比这一生福报智慧还要增上。这是好事情啊。这也是修学佛法的基础。佛法基础前面说过很多次，舍善业道啊。四训感应篇应知文，是舍善业道的细说。舍善业道这提个纲领啊，详细的来发挥。祖师提倡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又验证在现前的社会，如果不能依教奉行，这个动乱的社会永远没有办法回归到安稳。除这个方法之外，想不出第二个方法。有些人用武力来惩罚、来报复，这能解决吗？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不但不能解决，反而结下了深仇大恨呐！在佛法里面讲，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就不是一时的了，生生世世，这多可怕，多么恐怖！生活在恐怖当中，死了以后啊，那个灵魂也离不开恐怖。你说这多苦啊！所以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啊，那就没事了。死了之后就不得了。这麻烦在这里了。所以唯有真正觉悟，了解事实真相，佛法里面常讲的性相离事因果，通达明了，这个结就解开了。如果不能通达诸法实相，这个结是永远解不开的。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实在讲是非常有幸的，得人生闻佛法，能闻正法，能闻一尘圆满的正法，这谈何容易啊！果然能信，能解，能行，那就安稳去了。人最怕的，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欺骗别人，这是造罪业。果报肯定在三途。人生在世，时间不长，何必要造罪业呢？三途易入而难出，所以聪明人决定不干这个傻事，真正觉悟的人不为自己了，他的心术就正，念念为自私为自利，他的心怎么会正？心术不正，他的知见邪知邪见啊，他的言行自欺欺人，别人有些人说要观察入微也，以免上当啊。但是圣人不然，圣人你很诚实，我相信你欺骗我，我也相信你，这个难哪！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深了。圣人随顺发心，发心里头没有善恶，发心里头没有是非，唯有真诚能感人呐！你诚实，我相信你。你会更诚实。你欺骗我，我相信你。总有一天呢，你良心发现，你改过自新，回头是岸。我也相信这个不容易，我在早年遇到这么一个人道安老法师老法师那个时候60多岁，我那个时候大概是40多岁，
差不多道安法师大我20岁的样子。啊，这位老法师，我最敬佩他的就是这一点。很多人骗他，他真的被骗了啊！所以有许多人，老和尚糊涂啊，哎，很容易上当啊！啊，某人骗他，他都不知道。其实，老和尚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他真知道啊。有一次，我去看他啊，有一个居士在寺庙门口跟我打招呼，我进寺庙他离开啊，我们也很熟，他离开了。我进去之后看老和尚，老和尚问我，哎，他说有个某居士啊刚刚离开这里啊，你有没有看到？哎，我说看到，在大门口看到。老和尚笑笑，他今天又来骗我了。啊，我们就晓得骗钱的。啊，这个我们早就听说了。我就问老和尚，你有没有给他？哎，给他了。明明知道骗他的事，老和尚还是给他。骗他的人并不知道老和尚上当受骗，这是老和尚的德行啊！总有的一天，他明白了，每一次去欺骗老和尚，老和尚都知道啊。老和尚从来没拒绝，这是大德一般人做不到的啊！顺王，这我们在历史上都到3年真诚恭敬，感动了父母兄弟啊，让他们呢真正觉悟，回头是岸啊，让他们真正明白啊，舜是一个好人，我自己错了。啊，受尽了委屈，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有一天让他豁然悔悟啊，重新做人呐，不是愚痴。只有回头是岸呢，那就真正的安稳去了啊。那么回头，有的人早，有的人迟啊。啊，教导、诱导的人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还要有极大的耐心啊！你要等待啊！啊，3年快的呀！啊，他那个智慧、真诚、善巧，
用得非常妥当，啊，三年效果就呈现了。有些人呢，十年、二十年才觉悟，很多。有的人呢，到临终才明白的，到临死咽最后一口气告诉人，某人是好人，我一生对不起他，他走了。也是安稳区，啊，真正觉悟了，悔改了，安安稳稳离开这个世界，安安稳稳的到来世去受生了。所以安稳一定要依靠真实智慧，要依靠真实的德行，啊，最重要的，我们自己要求安稳呐，要真正有心。帮助一切迷惑苦难的众生，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念念不舍，你自自然然就增长福慧，啊，自自然然就有善巧方便。为什么你们没有好的方法帮助众生修？啊，这个好的方法就是经上讲的善巧方便。你们为什么没有智慧？这个自己要反省啊，是不是自己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贪嗔痴慢没放下，名闻利养没放下，啊，这些东西是障碍啊，障碍了你的智慧，障碍了你的善巧方便。智慧善巧的能是自信本具的，是不是？如果把这个障碍找到了，再认真努力把它消除，这问题就解决了。要不然，今生后世啊，要得安稳呢，不容易啊！啊，必须跟一切众生化解恩怨。
转亲情为法律啊，转迷为悟，转恶为善。转自私自利，为一切众生福啊，牺牲奉献，这就对了。第五个道地的名称叫无量寿。无量寿原来是果报，现在在道地里面呢，那是因行。啊，因行用果德的名号，这个意思也很深。啊，果现在虽然没有得到啊，把这个果报的名称呢念出来，让你知道向往啊，把这个当作你学习的方向目标。你一定认真努力获得，这个获得就是佛法里面讲证啊，啊，那么怎样修无量寿？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修因正果，这是设法界里头一般人所谓的真理啊，永恒不变啊！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造恶业呢，决定感召恶报。啊，所以佛告诉我们，食材得大福啊，施法得聪明智慧，施无为者得健康长寿啊。而实际上呢，这三桩事情呢，它有密切关联，它不是独立的啊，是一二三，三个一啊。我们要懂得怎样去修啊，啊，怎么样去学习释迦牟尼佛、孔老夫子，我们在细心观察这个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
他们这三种布施财发无畏，都是很认真很努力在做啊。以释迦孔子来做例子啊，提起这两个人，中国人会感到很亲切，这不是外人啊。释迦孔子从事于教学工作，都是尽义务的。孔老夫子教学，学生对老师的供养，这是礼。不能没有供养。学礼嘛，学做人嘛。但是，孔老夫子从来没有要求学生呢，有一个供养的标准，没有。你有能力可以多供养一点，但是父子并没有要求，哎呀，你有钱有财富啊，那你要多供养一点，多收一点学费呀，没有，孔老夫子没有。贫苦之人呢，孔老夫子不收他的供养。释迦牟尼佛他做的是更干净。他把他自己生活水平降到最低度，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一生过着透波的生活，天天在修布施。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是怎样修财布施呢？这身上一文钱也没有啊，他怎么修财布施呢？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懂得。佛说，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呀，身外之物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啊，但是有内财。内财是什么？内财是身体。现在讲，用我的劳力、体力，用我的精神，用我的智慧，用我的时间，为别人服务，这叫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果报远远超过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你有钱的人布施很容易，不难呐。但是要叫你去做义工，用你自己的身体劳力时间去为别人服务，这个难了。所以
内财布施得财福啊，得福报啊，往往超过外财布施。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教学要用体力，要用时间呐，要用精神呐，要用智慧呀，要用善巧方便，这些全是内财。那释迦牟尼佛自从示现正道之后，天天乐此不疲，就干了49年呢。啊，要在我们中国人讲呢，年头代为50年呢。才不是啊，佛所讲的，佛所行的，佛所行也是布施，他给大家做榜样。做孝亲的榜样，做尊师的榜样，做重道的榜样，做守法的榜样，啊，都是好样子。人生在世啊，释迦牟尼佛一丝毫缺陷都没有，都是最好的榜样。这是什么呢？是法布施啊！啊，为众生做示范呢，还要为一切众生讲解。天天增长智慧啊，为一切众生解决许许多多疑难杂症。这是属于无微不至啊！啊，所以世尊每一天做的是什么东西？不就这三桩事情吗？啊，财布施、法布施、无微不至，这是果报自然的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我在没学佛之前，年轻也遇到不少这个算命看相。说我没有福报，短命啊！咱还有一点聪明智慧，我明了，我接受啊！因为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啊，自己的习气、毛病，读了《了凡四训》之后，无限的感慨呀！啊，了凡先生的毛病，我通通有。了凡先生的优点，我都没有。我比不上他了，啊！遇到佛法之后啊，我才明了，
要真正好好的修啊，不是修今生，修来世啊。我对今生呢没有指望，没有想到今生要得什么果报，想到来世啊，这一生已经是这样的啊，过去生中啊造的因不善，这一生得的果不善嘛。那么这一生了解这事实真相呢，我这一生要把毛病改掉，要重新做人，修来世果啊。啊，我这一生没有想到今生呢，想到来生呢。啊，遇到净土法门之后，这欢喜无量啊，我来生决定要求生净土。啊，别的道不去了。啊，西方净土就是无量寿。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啊，一切行持都是在修无量寿啊。现在时间到了。